你好，薄嘉欣。我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我的生日是1926年4月21日。我92岁，我来自英国，我是英国人，我不是中国人，我也是女王，我不是首相，首相，我喜欢狗。狗，我很喜欢柯基犬。我有两条狗，它的名字叫坎蒂，它的名字叫富尔干。我爱我的家人，我爱我的祖国。我有很多朋友。我有来自英国的朋友，我有来自中国的朋友，我有来自美国的朋友。这是我的先生，他的名字叫菲利普，他是王子。他的生日是1921年6月。10日，他97岁。我有一个爸爸和妈妈，我有一个妹妹。我的爸爸妈妈和妹妹都死了。我有一个女儿，我有三个儿子。我女儿的名字叫安妮，我儿子叫查尔斯，我儿子叫安德鲁，我儿子叫爱德华。我有四个孙子，孙子，我有四个孙女，孙女。我有七个曾孙，曾孙，两个男孩和五个女孩。我很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了新的家庭，新的家庭。